阿里地区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，西藏之西，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，以千山之尊，万水之源著称于世。阿里之石厚重沧桑，日出格吉遗址深藏着石器先人的足迹，扎达普兰闪耀着象雄文明的光芒，八百里丝绸古道诉说着阿里的古老与辉煌文脉和智慧。阿里之美，天地形胜，北枕昆仑山，南平冈底斯山，西倚喜马拉雅山，东沿羌党草原，有举世瞩目的冈仁波齐、马旁雍措，百公里之阔的扎达土林，一山一水皆风景，一草一木最诱人。阿里之名，人文领先，这里聚居着藏、汉、蒙、回、维等民族，13.4万阿里人民，淳朴敦厚，崇信重义。孔繁森事迹九州扬颂，其精神世代相传。阿里之昌，异彩流光。如今的阿里，万物欣欣向荣，百业蒸蒸日上，社会和谐稳定，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生态持续良好，边境稳固安全，如同一颗世界屋脊上的明珠，熠熠生辉，流光飞舞。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，阿里的发展凝聚着民心，提振着信心，激荡着人心。诚邀大家清点指尖，贡献你的力量，传递你的温暖，为我们点赞支持。我们相信有你的参与，阿里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，象雄古韵，天上阿里欢迎你。扎西德勒，我是阿里地委副书记、行署专员丹巴旺久，我为阿里点赞。